乐圈内的一大喜事，就是张馨予跟何洁结婚的消息。不过今天八妹要跟大家八卦的则不是张馨予和何洁的爱情。继张馨予宣布结婚的喜讯之后，娱乐圈内又有一对明星被曝出将要结婚，他们就是罗晋和唐嫣。罗晋和唐嫣是很多人都喜欢的明星，都是有颜值有演技的明星。两个人因戏生情，却又和很多明星情侣不一样，两个人先少公开撒狗粮，也许在两个人的心中，甜蜜是两个人的事，没有必要拿出来惹仇恨值。也许正是因为两个人先少公开撒狗粮的原因，所以时不时的就有网友猜测没有动静的唐嫣和罗晋是否是分手了。最近唐嫣和罗晋合体出现，公开宣布了即将结婚的喜讯，虽然没有公布日子，但是应该好事将近了。这次终于打消了粉丝们担心的问题了，娱乐圈内又将有一对明星夫妻的诞生，祝福他们能一直幸福下去。